场不也成了互相激励。打四人好像让我自己的工作增加了价值。这里是写着全国示范步行街，大唐不夜城步行街。是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这就是讲了魏征和唐太宗的对话。唐三彩，大唐女相馆。咱俩给你叫个骆驼好不好？站那个骆驼前面呗。站骆驼前面。西安美术馆，兵马俑40多分钟不到，我导航了。